这首歌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对自己认知的一种无奈。有道理哦。我觉得雪是那种完全不会心太软的人，我觉得雪就非常果断，他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很明确的人，条理非常对。欣欣他不是心太软，欣欣是心太懒。泽峰跟朦胧很坚定地站在雪的，为什么心太软是韩雪的内心的歌呢？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学姐，然后我以前听过学姐的歌，是很温柔的情歌，还有一些戏我也看过，就感觉应该是很心软的女孩子。很欣喜，一段表白，好像表白哦。于朦胧现在话好多，真的，这一串话变多了，打开了自己，打开了自己。对啊，泽峰为什么？因为我跟那个，你是因为于朦胧选谁你就选谁吧？是不是？我们还是我俩演过戏，他选的，我俩演过戏。哦，你跟韩雪合作过戏。然后呢，完了，而且我们在里面还演的是夫妻。哦。觉得他跟你演夫妻这件事情是他心软的结果是吗？嘉哥还是你好谢你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也是懒的，懒得往那边走。不是欣欣，我不是不支持你，我只觉得这首歌不是你。我懂，我懂，非常懂。这是谁的歌啊？我们有一段倒数，然后是谁的谁就往前走。哇，来来来，紧张了。哎呀，第一组要出现了。心。是不是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发现今年夏天乘风破浪之后，就找我录 ID 的越来越多。如果别人当场加你微信，你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但其实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，但他可能会突然有一天给你发信息说，还有我朋友的朋友，然后他要结婚了，他特别喜欢你，你可以录个 ID 吗？我们刚刚录完。哥上场之前至少能录了10个 ID， 没有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好像他们有些人真的背后有产业链的。对，而且像是我其实并不认识那对新人，但是他们给的台词都是：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是这位先生和这位小姐很好的朋友，我祝福他们什么什么商业开业的。控诉 ID 的。你把那几对新人的名字报一下，把他们揪出来。这太狠了，太狠了。但其实真正相熟的朋友，我会自己主动给他们录 ID 的。